在越南骑机车，唔那是交通工具而已，佫是谋生的工具。所以因呢，再东再西，啥物碗糕拢在。所以，因就发展出这种长途骑机车啊，会当休困的所在，叫做 motel。今日一杯凉水啊，一张吊床，付钱完了后，你就当窝窝困。若是不幸去予交通警察抓落来，安尼会记哩，咖啡钱、甲你的驾照，拢做伙交出去。城市内底一捆一捆的电线，这嘛是因的都市奇迹啊！啊，新娘拢爱穿红衫，像规定的阿姊。啊，这种掠鱼的网格啊，甲台湾真像呢。贫富悬殊真大，好野人住豪宅，啊，普通人就住的豪宅。人起厝大门无直接通向客厅，是为后壁入去，安尼才会当去遐先做些整洁。我人起的厝红红绿绿，用色足大胆，因讲这就是水厝。啊，连过河奥托拜啊，嘛爱做伙行，因为伫遮一只奥托拜啊，实在是真贵。这是我粗浅的观察，啊，你若是要无同意，嘛会使啦。